就守在这里死不上力，但也不是完全使不上力，能使上力，但是只能使上一点点。这里大招躲得还是大，回身一个二段 Q 把它收下。但是那是冬天啊，现在是夏天，哦，可能是天天开空调的原因，哦，每天空调都开着，我空调都没关，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。拍片子不至于吧，没到那么夸张的地步啊，只是感觉手有点用不上力。 这位置很差。 打到骸骨上，我这手的指关节使不上力，就手使不上力，你们知道吗？就守在这里使不上力，但也不是完全使不上力。 能使上力，但是只能使上一点点。这里大招躲得还是大，回身一个二段 Q 把它收下。大招躲阿卡尼的大，可以躲的。医院真不至于，因为我以前就有过这种情况，去医院折腾了半天屁用没有。感谢害人精欧欧赠送的一个舰长，谢害人精的舰长，谢谢。 害人精的舰长，谢谢。哇，伤害这么高吗？帮他挡一下那个小手枪 ，nice， 好配合。我们这里钻到前，对，点地板频率会慢很多，不是慢一点，慢很多。我这个点地板的频率比这，就比正常来说慢了很多，你们知道吗？ 点地板频率慢了之后，你的操作还有各个方面的都会下滑。
拉腿，这锤子下来不是白给了。对，鼠标点击速度真的和你的强度有关的。你鼠标点的越快，你一般来说就越猛，你知道吧？你不信你就看职业的选手第一次脚，你去看一下啊。 我在我以前老在思考这个问题来着，这里开金身啊，给对面一拳的包围了，发个点火，一波了，结束了，下班了，你们手好痛，下班，接近直播时间就缩短呗。 啊！我的手好痛啊！你怎么敢的呀？他怎么敢的呀？拿下！